潮汕炒粿条，各大派系名震江湖。华山派干炒粿条，五内茶粿，牛肉大块，粿条分明，海气茶粿，其黑其腻最鲜美，粿条更显风味。内功深厚全真教，当属澄海老式大鼎茶粿条，德拉五拉粿拉混合爆炒而成的粿条，绵软爆香。大理段氏铁板粿条，焦香十足，微辣更提香。少林寺派出揭阳腐乳炒粿条，腐乳之甜香浓郁诱人，其他小众派粿条亦同样惹味。想喝茶粿，鱼肉鲜肥，粿条顺滑，透撒茶粿，透撒酥香，粿条入味。各派系茶粿各显神通，敢问大侠，甘拜于哪家堂口？